县长和县长太太都这么喜欢你，你宁可真好。对儿，哎，你去把那个大个儿给叫来。哪个呀？就比人高一头那个。哦，就那个呀。你谢谢。就是旅长吧。果真跟平常人不一样。快去把他叫来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你。我姐姐叫你过去。哎，哥，这不怎么不认识？我过去让他看看咱们这身衣裳。来来来，打量。哎，起来起来。啥事？当警察了。九儿姑娘，我哥说了。 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让你看看。到警察里混人样啊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混得出来啊？公家这碗饭这么好吃呢。狗眼看人低，人就是人，狗就是狗。于正，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，官家就把你当好人了？狗改不了吃屎，你呀骨子里还是土匪种。我要是你啊，该干啥干啥去，不淌这趟浑水。你这什么话？ 县的县长把我们招安了，往后我们就是官府的人。招安了，水泊梁山也被招安了，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吗？你啥意思？你自己琢磨去。我们走。啥意思？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？没事啊，咱们让他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 大家敞开了吃啊，吃完还有啊！哎，多加葱，多加肉啊！肉不够再去盛啊！今天的肉管够，今天的红烧肉管够啊！谁不够再去盛啊？别亏了自己。哥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小爷。 县长，我跟大伙儿聊两句。是，大家安静，朱县长有话跟大家讲。坐坐坐坐坐，继续吃继续吃。红烧肉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各位，我朱豪三来到了高密一义剿匪，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咱们高密的县名不是从。 大禹治水，其实他就是比他爹改了一个字儿，从堵到书。好了，朱某愚钝，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把剿改成了招，招安的招。以前你们当土匪，都是迫于生计啊，没办法。可以后，吃上官饷了。 自然就不会当土匪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是是是。可是呢，当警察和当兵不一样，要有本事，有技能。我跟韩主席联络上，韩主席呢，对我这个决定呢也是大加赞赏的，所以决定送你们去济南，在警察学校培训3个月。这3个月里边，粮饷照发。 你们好好的吃完这一顿，就上路吧。哥，你听见没有？还去济南呢？我长这么大都没出过高密县城。哎呀！哎，别去！ 拉我一下！哎呀！哎呀！
韩主席，那些人就交给您了啊。好，好，请韩主席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高密合情海晏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也请韩主席有时间的时候再来高密视察。好，那就这样。 县长，火车出站了。县长，这样一来，高密的余匪就缴清了，您应该高兴点才是啊。是，本来应该高兴。 您不是一再说，乱世用重典吗？更何况，这事韩主席的意思。事到如今，只好如此了。好在把他们运到济南监狱之后，韩主席会派人认真的核实，秉公办事的。 树啊，刷刷的往后退，这火山跑得太快了。你过来看看呗。子维，子维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坐。哎呀，过来。这么好的风景你不看？我要话跟你说，哥心里不踏实。你看这车厢的人，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手里又没家伙，这要出了事儿，想跑都跑不了。 能去什么事儿？小点声。我听人家说，说朱豪三的闺女是让土匪给撕了票的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他能对土匪好？他不是都已经给咱们说清楚了吗？哎，兄弟，命是咱自己的，就一条。听哥话啊，一会儿抽空，咱俩就跑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跑？跑了就没响吃了。好兄弟，哥心慌的厉害。 听哥这回啊！哥，你想多了吧？又不光咱两个人，这么多人呢，他能把这些人全都杀了？开门，让他上厕所。 火车撞鬼！走了走了走了！准备走远了啊！快去快回！来，有点高啊！来来来，哥扶你。走，咱走远点就好啊！啊，不跟他们扎堆。来，上那边。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，跟我下！哎，哥，哎呀，你无牵无挂的，我还要养活我老娘呢。哎呀，你娘就是我娘，快下来呀、啊！我不下去，要走你自己走吧。快点，后面还有吗？子奎，火车要开了，我得走了。你给我下来！子奎，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还有我，快点。 快点！好。
到齐了，一共106个。哎，到了吗？哎，到了啊！哎，这哪儿啊？这是？这是济南吗？济南的。是济南吗？就你看，到哪儿了？到了吗？这就到了。下吧。啥呀？下来，下来。这不像是济南啊！行了，行了，咋回事？这是？走呗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？哎呀，走就走呗。济南吗？不像是济南。算到了。嗯。嗯。这太火了，这。什么？未经审判，怎么就……出什么事儿了？根本就没进济南，中途停车，韩主席下令全给毙了。但愿不是草菅人命，是他们死有余辜。县长，对老百姓怎么说呀？马上贴张告示，就说那些人企图暴动，就地正法了。去呀！啊，是是。你去哪儿啊？能捎我一段吗？啊，哎，不是，啊，你怎么没死啊？啥？不是，今儿下午那铁道边上拿机枪扫的，全是你这种穿警服的。全死了？全死了！我看着呢，拿机枪扫的，一个都没剩下呀。你要走就赶紧上车走吧。啊，来，你收拾一下。够平的。哎，不是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别回去了。哎，你说，天亮之前这拉尸体的车能到吗？离天亮还早着呢，谁知道呢？哎，你媳妇搁家等着你了。你也不回家看看呀？你不回家，你媳妇不高兴。妈，明天赶紧回家吧。
哎呀，哎，那死鬼呢？死鬼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他没回来啊？啊！沈涛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把死鬼带回来。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，我趁着他们停车的时候拉着死鬼跑。 结果一下没看住，死鬼又回去了。
没追上火车，我心想不能有大事了，可谁知道楚浩三他心狠手辣的，他把他们都对不起你啊，婶子。婶子，婶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四奎走的时候没拿棉袄。四奎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！婶子，四奎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！婶子，四奎，娘要给你送棉袄，娘要给你送棉袄。什么？婶子，四奎呀、啊！娘要给你送棉袄。娘要给你送棉。婶子，婶子，婶子，醒醒，婶子！给他多盛两个枣。哎，来，二少奶奶，多吃点啊。妹妹，你现在还真得多吃点，你可是两个人在吃饭呢。嫂子都快把我撑成大胖子了。姐姐，姐姐，真是越来越没有丫头样了。姐姐，咋了？快说。外面那些伙计说，城里贴出告示了，那些被招安的土匪装上火车往济南运，半道要暴动，全给枪毙了。亮儿，你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了。你二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？你还跑到这儿来说这么多不吉利的话？杀土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姐姐，于大哥不会也在里面吧？还说，这儿没你事了，出去。姐姐，叫你出去没听见吗？找打是吧？吴妈，带他出去。哎哎。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说。这屋里现在就咱们两个，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我知道你对那个男人有情意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把孩子生下来，他又像上次似的跑到这来乱嚷嚷，你让别人怎么想？孩子长大了，你让孩子怎么想？如果这次他真的是在火车上，我倒是觉得你干爹替你做了件好事。你不用这样看我，你应该明白，咱们姊妹俩命都太硬，这辈子只能靠自己，靠不得男人。嫂子说的对，不想他。吃饭。孙先生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生意不错哈。嗯。忙着呢啊。哈哈。健康好。嘿，冰糖葫芦嘞。
哪去干嘛？喂，哎呦，这小朋友，这小朋友怎么回事啊？俺的孩子真有福气啊，一头撞到县长的怀里。哎，我看看，县长好，我看看。哎呦，长得还真有样儿，嘿，嘿，瞧这小鼻子小嘴儿的，啊，来来来来来。你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在大街上乱走，碰见土匪怎么办呢？嗨，看您说的，自从您来到我们高密，还哪有什么土匪呀？我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哎！真的？嗯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来，拿着拿着。谢谢县长您，没有，谢谢县长，多谢朱县长。再说一遍，多谢朱县长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走吧，走嘞。县长啊，啊，怎么了？朱振豪他跑了。什么？我跑了，情况属实吗？行刑士兵清点尸体，就差他一个。最该杀的就是他，偏偏当他走了。站我的命令，马上通缉他，让临近的县协助抓捕，绝不能让这个凶徒逍遥法外。是。哎，于占鳌和那个死魂儿关系不错。死鬼有个娘，他回来了，会不会躲在他们家？派人给我盯好了，他一露头，马上抓捕。明白，快去。慢点啊。嗯。沈子。嗯。死鬼没了。嗯。往后啊，我替他孝顺您，您就是我的亲娘。俺知道你有那份孝心，可就怕官府啊，他要赶尽杀绝。那咱就跑，等你好点了，咱就离开这儿，去一个没人认识咱的地儿，安安生生过日子，啊。嗯嗯嗯，你小心点儿。就这屋。老婆子，于占鳌在哪儿呢？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把你拉回去好好审一顿，还让你铁嘴钢牙。占鳌啊，不许杀人。不杀他，他来杀我。你看他那样子呀，也就是个当差的。啊，于哥哥，我就是个当差的，你饶了我，不要杀我。现在各县都在联合通缉你，可不光是高密啊，你得留点神。高密这么大，上哪儿去抓呀？请这于占鳌是土匪来，还是个惯犯，要不然呢，全县都联合通缉。布告上写着，背负着三条人命呢。这一火车的人都死了，就他跑了，真不简单。
放这儿，快。还行，娘，你看这屋子咋样？啊，这地儿离高密城有几十里远。这房子是我一个远亲的，他们现在全家都搬到青岛去了。哦，这房子倒是比咱原来那个家干净些哈。好，周围的邻居也还算老实，他们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，咱们是做药材生意的啊。嗯。平日里，您的吃穿用度，儿子会按时给您送来。那您歇着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啊。长。哎。儿啊。以后的日子啊，你就得提着脑袋过了。娘已经没有一个儿子了，娘不能再没了你这个儿子。以后你在外头一定要好好好好好好的当心啊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郝三，郝三，来。夫人，这是何意啊？给你庆贺庆贺。庆贺什么？当初来高密的时候，你夸下海口，你说要用3年的时间治理高密，让高密河清海晏，天下晏然。今天我上街上看了一眼，这还不到1年呢，就已经欢歌笑语、太平盛世了，还不值得庆贺呀？报告县长，报告县长。慌什么慌啊？县长，您看，这是刚刚在县衙大门上发现的。于占鳌，100多个人，就他一个人能活下来，可见这个人不可小觑。小燕，无论费多大事，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，毙了他。是。他这是告诉我，要下决心当匪，以官府为敌了。现在翅膀没硬，不及时除掉他。等他翅膀硬了，必是高密一患。把他给我找出来。高密这么大，找一个人怕是有点困难。好找，在高密除了四魁家，他应该还有个去处。什么地方？交给我吧。大哥，大哥，太太，谁来投案来了？谁呀？于占鳌。占鳌兄弟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老子要入伙。入伙？哈哈。你不是不当匪吗？怎么改主意了？朱浩三害死了我兄弟，逼得我没活住了，老子要活剥了他。于占鳌啊，于占鳌，感情你也傻了吧唧的去趟警察了？完了吧，半道都给突突了吧？
你能捡条命回来，那是你的造化。我早就说过了，那朱浩三他不是个东西。老子是匪怎么了？老子光明正大，不像他，净他妈玩阴的。我看透了，现在这世道，好人没法活。知道道上的规矩吗？入伙得带见面礼，你带啥了？哪儿弄的？全当朱浩三孝敬您呢。有种！